他碰了个男的，第一个阻碍叫曾经，第二个阻碍是不是就是爱德？他们两个是铁血事业粉，说什么两年之内不准找男人。对吧，你看两年之内他的脑子不可能开窍了。有没有可能就是并不是铁血事业粉，是单纯的不想让他找男人。嗯，占有欲很强烈啊。对，有道理。哎，这占有欲太强了。你想想看，海腾在花君断网的这段时间里面给他私聊了那么多私信信息。对，在花君回消息的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打过去，然后跟他说你不许找男人。刺激我。感觉哎，这个逻辑上好像懂了点什么，对吧？直接八点档，霸总妈咪带球跑，带球跑，腾总你就带球跑了，已经开始了，带球跑了，哇，你就赢带球了，这就带球了，那你要不官宣吧？就哎，对了，正好海腾说最近想谈恋爱。确定是这样说的吗？我觉得他应该是给一个暗示，对，给一个暗示，就是你看啊，你要再不怎么样，我就谈恋爱了，我就要去谈恋爱了。你要不那什么，对吧？要不破镜重圆一下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带个球的份上，还能离咋的？那曾经是怎么回事呢？曾经嘛，怎么说呢？曾经老师说，哎呀，华君不喜欢我这种的，华君喜欢小鲜肉，阴阳怪气。我的天哪！就是你就感觉是那种初中生或者高中生，通过某一些手段、某一些这种话语引起对方的注意。故意说自己不喜欢某个类型，其实说给某些人听。故意说对方不喜欢他这种类型。啊啊。嗯，但是说给某些人听，意思就是你看我其实还行，对不对？那显然经历过啊。之前不就有男生这样追的吗？对吧？我虽然没有吃过猪肉，但是还是有猪在我身上跑过的，好不好？有猪在你身上跑过。你是大白菜呀，真的。那当然了，我倒是白菜了，对吧？还是你是大白菜啊，那可开玩笑呢。有人说眉清目秀，那可不，他看什么都眉清目秀的时候是花君断网的时候。对吧，你们看海腾的微博，对吧？看个杯子都眉清目秀，对吧？看个啥玩意都眉清目秀，都花君断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正在悄悄的发信息呢。连到了吧？那破案了吧？简单。天哪，止疼要散了，不可以。没事没事，放他自由，放他自由。毕竟我们之间也就是个朋友。再说了，我有川配了，跟止疼有啥关系？对吧？敢敢担当啊！
上面有很多哥哥呢，没关系的。你要知道啊，就是有的地方吧属于家，有的地方吧属于宾馆。对，宾馆可以有很多间房，那个但家只能有一个，对吧？你看这，你看我，对吧？我的频道从我进来开始就叫白浅于止，那、嗯。懂了吧，各位懂了吧，明白了吧啊。早有预谋，那你开玩笑呢，盯他好久了。是不是很刺激？原来是这个意思，贵圈真乱，哎，这怎么乱了？那怎么乱了？真的是，我们也没有干嘛，就是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，之前就是还能怎样？他也不是今天第一次敞开了说，对啊，之前说你们不信啊。他之前说了好多次啊，哦，怎么说呢？你看这个啊，这个用户还是很懂的啊。这个红名都不插在我们两个中间了啊。金丝雀是谁？不在乎，金丝雀在鸟笼子里面呢。鸳鸯戏水，鸳鸯戏水戏呗，无所谓的，对吧？不就游个泳吗？就是啊。怎么了？你还能不让人出去游泳了？就是出去旅个游，住两天宾馆就不让回家啦？就是，干嘛呀？要穿皮。你们真的是 CP 好多呀，一个个一个个的。不陪富婆读书了吗？怎么啦？陪富婆读书不能在杭州住一住的？就是啦。澳洲和杭州离得远吗？我养金丝雀就不能跟老板住两天啊？那你们太海了，哎呀，怎么叫海呢？这叫博爱，朋友们。海怎么啦？地球有大部分的面积都是海洋，海是就是蓝色星球。你们不也是海王吗？一下子把我配给柳阳渊，一下子把我配给沈渊，一下子就把我配给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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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猫，一下子就把我配给谁谁谁谁谁，见了鬼了，怎么就不是我自己配个白痴呢？就是包办婚姻都包办了，还不让自由恋爱了。不是你们包办的，自己选的，咋了？咋了？我配锁还有很，我装个门锁还有很多把钥匙呢，还有六把钥匙呢，六把备用钥匙，就是啊，咋了？对吧？六把备用钥匙，你再去配几把，对吧？有啥的？没有强扭的瓜。反正都甜，都吃一遍就好了。你不尝尝别的瓜，你怎么知道这个瓜甜呢？就是啊，可能有些瓜甜但水不多，有些瓜虽然不甜但水多，对不对？是吧？
我在说不同的瓜有不同的口味啊，多尝尝。怎么又是我在 KTV 里面啊？为什么？我咋要 KTV 你们了？为什么？听着很有道理的样子，但怎么感觉怪怪？哪里怪了呀？你们每次给自己找借口的时候是一样的呀。先扣问号，然后再说，哎，怎么听着怪怪的？哪里不对劲？实际上自己懂得要死。我没有说过白纸 啊，为什么他要说过 我说过白纸啊？为什么？你是不是没有搞清楚情况啊？对啊，白老板，唯一一个追求的男人，我们可是白浅鱼纸干嘛呀？我六年前就是这个玩意儿了。怎么会有唱唱叫叫？天真的人呢？你觉得我是在跟老板对线吗？我们这叫打情骂俏。对啊，这叫情感交流。你呜呜什么？你是为自己哭还是为了白老板哭啊？他有没有可能是为了你哭？应该不是为了我哭吧，唱唱将，我为大猫哭。啊，那也不用为他哭了，我也不建议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可以继续去玩的呀，没关系的。如果你想的话，你可以加入我们的。对啊。只是，如果你要是在想来考个双听吧。考个双听吧，叫什么？嗯，一个乐团歌手的马甲上不来麦呀、啊，聊不了天啊，开不了麦呀、啊。激将法是吧？咋了？你一个唱了什么一拜天地的人，唱了那么久的古风知名曲，哦吼，是个乐团歌手。激将法是怎么了？怎么着？我还不能在乐团在古风激你啊？你有本事去乐团激我啊？我就不去。对啊，反正他也不去乐团。你倒是考进来呀，你整天在你的整天在那边给姐姐们唱歌，唱得又骚又浪的，怎么不见你来考古风呢？就是小野猫好野啊，花君说的。正经歌手啊，在情操站都去过了，你这算什么正经歌手呀？我觉得不野呗，我不配觉得。他的意思是，就是正经，他正经唱都能唱得这么野，他要真野起来、哦，估计就没我们什么事了。是的呀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呀，哎。怎么说呢，技不如人，甘拜下风，好吧。唱唱没事，烈天大大也是乐团歌手，但烈天不来呀、啊、怎么着你还拉踩啊？没想到吧，但烈天不来啊。没事没事，他可以忍呢，他去日本留过学。你不说话了，可能就找歌单了吧、嗯、没有，他可能去留学了。
怎么一个个都是李兰玲啊？李兰玲，李兰玲不行，李兰玲太惨了，别聊李兰玲，李兰玲太惨了。他咋了？自己关注一下就知道他咋了，他太惨了。我觉得唱唱应该是 去整理歌单了，明天就来考了，周末就来考。怎么说呢，反正整理歌单的时候就得把一败天地去掉啊，没人会点的。下面结束了吗？我看没什么人，应该结束了呀。花军上来就应该结束了。你要想想看，领导在下面点谁谁唱，对吧？领导走了，那不结束了？你这个黑客势力不行啊，这都压不住领导啊！黑客势力压住领导，那叫黑客势力吗？那才叫黑客势力啊！那个叫农民起义造反了，我的。又不是陈胜吴广了，搁这对吧？我这个黑恶势力顶了天使和声，对不对？不是有句话叫做"强龙不压地头蛇"吗？那问题来了，"强龙不压地头蛇"的前提是猛龙过江，那这它是地头的龙啊。压不住，压不住，压不住！再说了，压他也没好处。是的，还不如压压我。对啊。今天录不成歌，肯定录不成歌了呀。几点了？对啊，这个点了。直接去睡觉吧，等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你说了算。我觉得应该睡了吧，应该是吧，之前都说的。我们也去睡吧，快三点了。好的，那走吧，睡吧睡吧睡吧。嗯，走啦。嗯，大家灰灰，我们就睡觉了。待会儿走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